老婆是不是你最好的朋友？应该是，不是应该是是，快被你误导了啦！是彼此的工作，我们都不过问。可是万一比如说你们要各自演的是爱情戏，然后可能会有一些比较亲密的那些，也不需要报备。我只会说，哎，我会拍这个尺度比较大，他可能有哦，我有这个这，我们就不过问了。你是说我这个尺度比较大？他说，哦，我这个尺度就更大。干嘛要比呀？比什么？今晚10点，东森综合32频道，小姐不惜地。